我以后不会再去提醒你任何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如果要去验伤，你去验伤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也希望你体谅一下幼稚园的家长。那我现在去验伤。去。对不起。我不确定有没有。你会姓朱吗？不确定有没有。姓孙哦。孙同学，不好意思哦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去提醒你任何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如果要去验伤，你去验伤，好不好？那你要遵照你在，你去走，你去走，没有关系。妈决定，因为你还没八岁，要妈妈带你去。